葡萄糖耐量试验呢，是一种葡萄糖复合试验，用于了解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和机体对血糖的调节能力，是我们诊断糖尿病的一个确诊试验，也是了解糖尿病严重程度的重要检查。葡萄糖耐量试验它包括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以及静脉葡萄糖耐量试验，临床广泛应用的是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其检测方法是将75克无水葡萄糖溶于200到300毫升水中，5分钟饮完。我们分别在饮水前、饮水后的半小时、1小时、2小时，或者是3小时，分别抽血查血浆葡萄糖的水平。我们在做葡萄糖耐量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事情：第一，要排除感染、手术、外伤等应激状态；第二，是在没有热量摄入至少8到12个小时，早上7点到9点进行，先抽血送空腹血糖；第三，该试验呢可以避免单纯的空腹血糖或者餐后血糖升高，早晨照。